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脆皮鸡中翅，还有一个酸辣鱼粉，酸辣味是特别足的那种，包蛋。我觉得这种半熟的是最香的。这个是鱼肉，它这个粉的话是有好几种，一种是紫薯粉，一种是荞麦粉，还有一种米粉。巨香的那种，酸辣味特别足。这是鱼肉。